谁说婚纱照都一样，伯爵旅拍更漂亮。本节目由婚纱照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独家冠名播出。要花随便说，一起拼多多。本节目由无论拼着买什么都更便宜的拼多多联合赞助播出。花开每一天，活出健康美。本节目由个人护理品牌 ABC 行业赞助播出。Hello, excuse me, 他们在哪儿啊？啊，那你们就真的还挺晚到的。哎，你们是不是看不出来垃圾和不是垃圾的分别？这放在这，你们不觉得很碍眼吗？我们不知道干啥。那你觉得花店要干啥嘞？花姐，我在路上了。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准备开幕的东西嘛。花艺老师吗？对。称你二老师。嗯。我多什么嘴？我多什么嘴啊我？明天先去老奶奶那。去看他的售价。How much is it? How much is it? Hello, everybody. Today is a very big day to us. 不好意思，我有个疑问，刚刚那一串感觉像是夜店开幕。我们蓝色的阳光，倾洒在肩上。石门路上沿路风光，紫白花在飞扬。Follow me， 跟着花香，接地每一年般的嬉笑，在这里分享生活每一秒。黑布罗拉，来一场花的旅行，我却那烦忧无力向前行。谁说婚纱照都一样，伯爵旅拍更漂亮。本节目由婚纱照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独家冠名播出。要花随便说，一起拼多多。本节目由无论拼着买什么都更便宜的拼多多联合赞助播出。炸毛状况百出，美多斯一滴秒评。本节目由美多斯精油赞助播出。花开每一天，活出健康美。本节目由个人护理品牌 ABC 行业赞助播出。小心车！哎，我那时候这应该卖吃的吧？没有开门，人家这里店都是不是那么早开门的，才十一点半。十一点半不是吃饭的时间吗？没有，要十二点。咖啡 ，OK， 走，那里应该有。Hi， can we see the menu？ Coffee or food？ Food。Yeah，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你要哪一个？都行，你看，我们先要一个，万一保持什么浪费钱。这个还不错啊。Excuse me， one this mozzarella egg mince。One， 你要咖啡吗 ？Coffee two， thank you。这椅子真的是没地方靠，还可以令人家服气。脚是空哎，真的很空，脚特别的难受，完全空在这儿。所以明天我们开一张小林跟小鬼的音乐，下了之后他们从门这样冲出来，然后就开始劲歌热舞。娜娜当司仪，然后主菜的工作分给他了，我们两个就是摆个椅子，然后坐在旁边。没有，我们就端庄优雅。我可以旁边就是跟着这样的。Woo， this is our new shop. Welcome everybody. 什么什么的。好，搞气氛。这个我点的好吧？好，一人一颗蛋。Thank you。我要吃点肉，我都好几天没吃肉了。
嗯，我们俩看起来真的很饿。嗯，真的很饿，真的很饿。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在跟一个另外一个人类抢食生菜沙拉，因为每次我到餐厅，然后别人就说你要不要生菜沙拉，我都会说翻白眼，马吃的吧。结果我现在跟你在抢食，真的。所以还是不够饿，饿到一定程度，你看你什么不吃。我是最不爱吃草的人。我也是，一口又往嘴里塞草，不然怎么办？而且那个吐奶你一下就给它吃光了。终于被你发现，我老早就发现，我只是不想讲你。你一开始就说我得吃点肉，我得吃点肉，然后就把那个吐奶整个就，然后我想说你这个人，我算了，不跟你计较。那个面包，你想吃那个吗？嗯。如果实在没别的吃，我可以，但我好想吃个面呐、啊，什么？我问他，就是想千层面。Do you have any pasta or pasta lasagna? Lasagna? Yeah. 千层面酱面。Yeah. Yeah. No, not yet. Because we're very hungry. Yeah. 你觉得他们会趁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到吗？我不会，因为他们到了，然后就结束我们这顿中餐哦。我会吃到，就是吃到，然后要睡着，要睡个午觉。就是他们也都是大人了吧，也该知道要干嘛吧。当然，当然。我们现在能干点啥呢？不知道啊。我们什么时候要回去啊？就是吃饱了就回去啊。怎么样，你又担心他们，担心起来了？没有，等下进去就吓吓他们。好，提提刁难，提提刁难，就让他们彻底疯掉。对，就想说这两个人是来真的。OK， 你演得出来吗？我演得出来，我可以演哦。你不会笑的，对不对？我容易笑场。你一笑场，他们就知道我们在闹。啊，我忍住，我忍住，我掐自己大腿，我也忍住。小心吧。Okay, we're finished. 好，走。我已经想笑了，怎么就是笑死笑死？啊。姐姐好，俏俏 ，Hello，Hello， 所以你是林彦俊？是，你好，你好，你是小鬼？是，姐姐好 ，Hello， 你好，我们等你们整整两天，你们都没有出现。对，我们因为出了点问题，我们行李晚到了，所以你好，小林是吗？可以这么叫你吗？小鬼，你好，因为其实花姐姐本来我们想说，店里大部分都是我跟宋佳姐姐布置的，然后本来想说留一些就是这种比较女孩子提不动啊什么的工作让你们做，可是因为你们就真的还挺晚到的。你演得出来吗？我掐自己大腿，我也忍住。你们刚到这个店里多久？我们到大概15分钟左右。你们都干嘛啦？15分钟。我们到处找活干，但是发现啥也不会。啊，小朋友们，这难道不是活吗？但是我们不知道干啥。OK， 那你觉得花店要干啥嘞？你们先把门关起来吧，我先跟你们讲几件事。OK。所以你们刚刚已经看了大概15分钟有了吧？有，差不多。你看完这个店之后，你觉得它还缺少什么？我觉得缺少什么？还缺什么？他感觉什么都有了。一家店会让你想要进去，想要买东西，那家店是什么感觉？灯。我说的是一种感觉，不是。我给你们提示是人与人之间所产生的一种灵魂的碰撞，没那么深。再浅一点，那就是语言。
意大利语言。是这样吗？因为他如果进来，然后哎，意大利语不会讲，那人与人就不会有任何感觉啊。没毛病，没毛病。好了，哎，行了，行了，行了。刚刚是在闹你们两个，因为你们两个现在让我们等太久，所以我们很不爽。我们在想说，等一下他们两个来了怎么办？我就说，我们要一进去就摆个臭脸，然后直问他们，是让他们吓到，觉得说天哪，这个气氛真的很难。那你们刚刚真的吓到了吗？我吓到了。真的吗？你有觉得说怎么？我觉得不太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他其实要说的就是店给人的那个感觉是充满人情味的，我们肯定得保证我们别饿死活下去。但是赚钱不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分享分享一种爱和美好。好，那就麻烦你们把粗活都干净吧。好，没问题。这应该 OK 吧？你们应该不会计较吧？我们不会，我们当然不会计较，我们都已经迟到了，我们没什么好说的。哦，对了，我们刚刚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刚刚把一个客人放走了。他问我们玫瑰花怎么卖，我们不知道多少钱。对，所以我们现在要打电话给花艺师呗。哦，你好，请问你是花艺师吗？你今天方便过来我们的花店吗？好，拜拜。拜。好了，花艺师说30分钟到。问题是欧阳娜娜她到底人在哪？谁说婚纱照都一样？伯爵旅拍更漂亮。本节目由婚纱照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独家冠名播出。Thank you.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你是拍我的吗？你好啊。最近其实还好，那个期中考刚考完，所以就好多了。成绩有下来吗？下来了。怎么样？还不错。就是有努力的准备一下。所以。然后，这个，是因为之前有说喜欢雏菊。哦，谢谢。这个花呢是会伴随你这一季节目的，所以我要好好照顾它。我太期待来了，然后我就去那个波顺当地。就是有一家花店，我就上了一堂课。我在一家花店前面，因为我星期三要出发去佛罗伦斯，然后现在就说在花店我可以学一些东西，然后刚好朋友的朋友在保尔森开了一家花店。我本来没有那么喜欢花，但我上完那堂课之后，我就突然觉得是另外一个世界，就觉得还蛮想学的。然后我也带了一些工具，因为我不知道这里，我觉得说作为最小的也要有点贡献，不能让他们照顾。但我刚刚特别查了一下，就是意大利合法饮酒年龄，因为我在国内已经能喝酒了，18了嘛。但是我到美国之后就是21岁才了，然后我查了一下，意大利是18岁，所以我在这也是可以合法饮酒的，我可以加入他们的小聚会，我期待一下。这是我妈妈从老家带来的特产，厦门带来的现。哦，你是厦门人啊？对，我其实在福建长大，可以尝一下。谢谢。我没钱吃，我不吃，谢谢。我不吃，谢谢。我们俩刚吃饭。怎么样？
有点想哭。哎，小花儿，你这可别先收起来，我看着很难受。花瓶应该收起来了。我觉得因为有两个男生嘛，所以两个男生一定就是负责一些粗活，所以我就是可以在旁边欣赏他们努力工作的样子。你们是不是看不出来什么东西碍眼，什么东西不碍眼啊？这放在这，你们不觉得很碍眼吗？而且这个还有一个没拆耶。我来。给你。哎，你们是不是看不出来垃圾和不是垃圾的分别？哎，你们真的看不出来哎，真的很多垃圾在地上。了解。那你去找扫把。下来，我觉得 S 姐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一个人，因为她在我们整天的过程中。一直在觉得这个碍事那个碍事，那个应该再摆一摆，那个气球应该放那边，那个地方应该再擦一点，这边有点热死。我最怕遇到这种老板。聊天的同时手也别停下来。OK, 好。而且剪刀要把它放到集合处。三箱垃圾还没扔到后面去。而且你那些花都得归到归位耶。搬那儿去。搁到那边去。哎，气球嘞？你说让我吹，然后后来你没有，我不见了。这里有气球。啊，对，麻烦你们吹一下，对吧？有打气筒，不是说整你们，是真的。只有一个是吗？这样吧，我用这个，你拿嘴吹，因为我先找到的。哎，有道理，那我试试看吧。让他们俩搞一下。所以你们俩是完全不会做菜，是不是？我基本上不会。基本上不会就是不会吗？就是会。哦，花艺师来了，请进。推的。你好，是花艺师吗？是。怎么称呼？我姓二，我叫11。所以我们称。对。称你二老师。二老师。对。二老师你好，我是八先生。你好。二老师你好，我是六先生。你好。老师先帮我们标出这些该卖的那个价位。但是啊，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最基本的程序。好。首先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我们花店里面需要用到的工具。工具你们都准备好？我们有剪刀，有包花的纸。一个花店最重要的三把剪刀，一把是这个支剪，这个支剪是用来剪一些比较粗的杆儿，就是木本植物，是这样的。好，侧面。哦，剪斜的。剪一下，小心手啊！你没劲儿，你就让男孩弄。哎，我真的不行，这工作得你们做。我之前有学过了，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他这个。面积越大，它吸收水分的空间越多嘛，对不对？ Cool. 所以要剪得很斜，对不对？哇，剪不动。你们俩行不行啊？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有了。所以这个工作就交给你是什么六先生是不是？六先生。以后剪枝就交给六先生了。谢谢六先生，没事，八先生。这个是支剪，是用来剪纸和剪丝带的。就比如说我们再去剪丝带的时候，啊，这个就很容易剪。这个呢就是剪大部分东西了，随便拿个东西一剪就行。这个透明的胶带是用来我们用来去缠一些包装纸，会经常用到的。这个绿色的胶带，它跟普通胶带有一点区别，就是它本身是没有粘性的，但是一拉开
它就会有粘性，就是有些花杆比较短，我们为了去延长它，然后在杆的后边，然后用这个去缠。然后呢，玉铁丝，玉铁丝就是有时候我们用来固定一些花枝花杆，就相当于绳子一样。哦，对，这个很，我们很好奇。这个就是鱼线，有时候我们在去悬挂一些东西的时候。所以如果一般顾客进来，他会买什么样的花？比如说单位是，比如说他会买一束花，或者是买一枝花，那我们要怎么去买？不要着急。他真的很严格，跟我们讲怎么卖花。累不累，老师？要不要坐下来讲？对，我们要不要坐一下吧？对，就坐一下。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好。今天刚好有地方，我们要不要就坐在这边慢慢讲吧？拿一个有刺的玫瑰来。然后现在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啊，订书机，有时候我们用来去把叶子卷一下，然后用订书机会订一下，或者说有时候包装纸会往外散，我们也会订一下。锤子。锤子是用来，有时候我们用来做一些大型的花艺加购。你觉得我们会接到那么大型的吗？应该可能吧。那我们要钉钉什么？比如说结婚不是要过一个那个什么花的那个什么门吗？还是什么之类的？你那么了解，那这工作就交给你了。好 ，OK。这个工具啊，就是我们基本上天天都会用到，就是我们在拿到红玫瑰的时候，像红玫瑰上有很多刺啊，去刺儿的。对，拿住它。哎呦。就是可以一下就是对，然后你在刮的时候不要特别使劲，如果特别使劲会把它的表皮刮掉。好，你要试一下吗？好。那边还有玫瑰，你自己。其实我也想试一下。你这个有皮掉了，皮掉了。而且因为它刚刚是。咻，然后你是咻咻咻咻，对，那个帅劲就差了一点。好，处理怎么样了？哎，你这个可以，对，这个就是，但是太重了，这个就太重了，会伤害到植物本身。哎，等一下，这个是干嘛的？哦，这个是植物营养液啊，浇花的时候可能兑上水喷一下，就能让植物变得更旺盛。不能光用水吗？应该是某些花才需要吧，还是说每一种花都需要？玫瑰花这个长度我们大概要剪多少才会漂亮？待会儿我们进行下一步时候有一些花材的养护知识我会讲到。好，好，请问一下今天大概有几个步骤啊？有很多很多。对，当你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还将拥有三次求助花艺师的机会，每次限时3小时。哦，很合理，很合理，很合理。这个是地图，我看地图还可以。Thank you. Yeah. Good.太坎坷了我。哎，哥，能不能帮我一下？没事，我自力更生。太可怕了，好，我再来一次。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好。为什么呢？我本来想要一个很完美的开场的。这样，给自己一个假笑。右转是吧？右转再左转。我觉得摄像哥哥们也很累了，该不会是这一家店吧？先去叶，去叶之后，然后我们要剪根，就是我们把这些多余的叶子，你还用刚啊用手，对，去除掉之后。Hello， 欢迎。Hello。嗨。
你正好赶上我们在上课，他们两个你认识吗？不认识，哥哥们好。Hello， 你好。小鬼哥，严俊哥。来来，快，刚好教到重点。姐，都跑出汗了，身上都是热的。那我们继续上课。好。这些花材我们应该快速的处理完之后，接上水把它养好。所以几乎我们现在店里面的花都需要处理，所有都需要处理。对，然后有一种花材比较特殊啊，就是绣球花吗？嗯，对，因为绣球它容易脱水啊，像这种容易脱水的花材，我们应该去先把它斜剪剪开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十字把它剪开，因为你们这花材脱水时间太久了，所以会有点危险。赶紧救啊！浇水，知道了。二老师，这个花我弄好了，剪，斜着剪掉一点。好了，我救了一盆花了。哎，有客人，先跟他说我们明天开业。We are closing today, but we are opening tomorrow. Can tell me tomorrow, like we can send it to you. Okay. Yeah. Welcome.我天，这太难了。有一个那个，这个比较好用。你看这个。这个咋弄？哎呦！哎呀，专业啊！谢谢，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那都是你带的，这太酷了，这个。这比刚刚那好用多了。你好像在摘韭菜。这个怎么都坏了的感觉。我也穿这个围裙，好可爱！哎，这个围裙还蛮可爱的。你穿起来挺可爱的，太像摘菜了，真的，有一种在跟我妈做饭的感觉。哎，我的妈呀，终于摘完了，可以包饺子了。大家都凭自己的感觉，先打个花束吧。Mon cœur est ravi. Manhattan est belle, mais à quoi bon le nier? Ce qui m'ensorcelle, c'est Paris tout entier.老师，我做完了。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送谁？送给你 ，S 姐，你要不要？不要，很难处理。老师，我的好了。哇哦！
我觉得我完成了。娜娜，你回去还要煮饭给我们吃哎！等一下，我是真的做的太失败了。你说嘛，老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大家做的，他这个和这个给我的感觉是相对比较好的。我吗？那是我的。小花姐这个颜色呢，是一个非常清爽的，很干净，很简单，可能跟小花姐的性格比较像。这完全就敷衍了事嘛。这谁的呀？我看到这个好处就是很随意，然后就是不好的地方就是过于随意。娜娜是一个非常细心认真追求完美的一个人，就是她还是依然要把这束花做好。这是心理学课吗？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心理学。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花束是如何去做的。我们所有的花束都是按照螺旋方式去做的，就是左手拿上一支，右手这样去夹，就是花头朝向自己，根部朝外。可是很容易抓得很紧，会全部都粘在一起，怎么办？那么如果夹在身体就是外侧的位置。但是有顺序的吗？好，然后我们在放花的时候，就是直接忽略我的问题。没事 keep going。那靠近自己的方向啊，靠近自己的方向是先放花头。你们记得住，我投给你。就听一下嘛，不问结果啊，什么东西看不懂，就是这个，没关系，哎，有人看懂就好了，没关系。我多什么嘴啊我。来包花，包完花，待会儿我们来解决后续的问题。是定价吗？好。我们把纸裁成50×50的一个方形，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对折一下，去把花杆的部分挡住，然后把花头露出来。这样就是已经 perfect 是 ending 了吧？谢谢老师，辛苦老师了。OK 了，这段我们完美结束。来，请告诉我们标价该怎么标。我刚来到佛伦萨，然后我去附近转了一转。他们的花束好像有可能是按照尺寸来卖的，因为佛伦萨和中国可能会有一些区别。这些你们可能自己要去市场去做调研啊。你们也要跟我们讲？那我们要去哪里啊？就是那个，我知道有一个奶奶的店，我今天跟你说那个也是花店，她开了45年，很美，说奶奶人很好，去那里看一下她大概的花的价钱是多少，是这个意思吗？好，希望姐姐的花店明天开业大吉。谢谢。然后我告诉你，我刚刚答应你了，我要把我刚刚做的花送给你，因为你说你没收过花。大家应该都收到过花吧？收到过。我没有收到过。啊，那等一下我做完送给你，好吧？好啊。你人生中第一次收花，我送你的啊。哇哦！谢谢。他跟我说，他虽然做这么多花，他没收到过花。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想把我做的花给他。谢谢。我觉得花那么美好的东西传递的就是温暖、爱和美好的一切，我觉得这是这个花店最重要的目的。那行，咱整呗，走呗。店关了。哎，等，这些都乱七八糟的。你娜娜，你来，没有，大家行李拿走就好了。不行，得整理一下。喝水吗？哦，谢谢。那我们吃什么？不得做泡面也是做饭啊，对不对？我为了让你不辛苦，我决定不吃。等待你们的是你们的特别温馨的房间。哎，为什么总是多一颗啊？强迫症姐姐。搭吗？啊，好搭。OK， 好，走。
走，咦，下班了。做得像吗？装得像吗？I'm sorry. I can. I think I can sit here. Yeah. Cause no, no, it's okay. 我坐着。啊，可以可以。第二天就这么累。真的？咋整？意大利语的你好是 ciao 对不对 ？Ciao 对。Ciao. 谢谢是什么？谢谢是 grazie。Grazie。小林，你最好都记住啊。现在学这么高兴，就两个姐姐，你们为什么会想要来这个节目？也难得能够来意大利，这么美的地方，开花店。可是你看到阵容了以后呢？看到阵容就觉得更想挑战，更想来啊！对啊，不是因为宋家很好相处，娜娜我也熟啊。那你们俩就好指使嘛。哇，好漂亮哦。I wonder should I go or should I stay? The band had only one more song to play. And then I saw you at the corner of my eye.好漂亮哎，漂亮，美吧？看看我们的家。哇哦！哎呀，回家了！我的妈呀，终于回来了！好多花呀，家里。我觉得很像那种城堡。哇哦！呜呼！爸爸很暖哎。呜呼！啊！没爬起来，怎么办呢？呜呼呼！哇，这个东西。倒了，倒了，呜呼！啊！啊 ！Game over. See that? Game over. Those were the days, baby. You were the truth. And nothing you could do would ever change that. Hmm? 会动的。想想，少个枕头，一个不能少。垫脚，脚抽筋，就你今天那个鞋子穿反。哇，你穿的好美啊，符合制作单位要求。高跟鞋已经容易抽筋，还穿对，都蠢不蠢？蠢，好惨啊！哎，你可能狠狠的压在我背上。你就这样剪出来对比一看，这姐姐成这样，人家那两个小孩还在那跳舞玩儿。他们正在排舞啊。
没有，但是不要给他们拍到这种画面，显得我们很衰，你知道吗？开始做饭啦！我就随便弄一点那个肉酱，然后煮一点面面。好，辛苦你了。不会，主要是姐不咋会做饭。够不够啊？好香啊，那两个小汁呢？不知道呢。我觉得可以再放一次水。还不行。不行，这种好像很难熟啊。还要再一次至少。行吧。好有才华的少女哦，好像觉得自己有点棒。有，你英文应该是非常强吧？没有啊，我很怕讲英文。你在那边读那么多年书，怎么会怕讲英文？就读了两年啊，之前，然后暑假还有回台湾，所以其实就读了几个月那时候。可是明年你要当司仪，就是你要说。Hello everybody, welcome. 那不是你做的事情哦。你做的很好啊，这个你要讲，我讲还是你讲？你讲啊，我要花艺师，我是幕后。你知道我四岁上康熙的影片一不断的一直被拿出来吗 ？I know。而且那段影片我超丢脸，我一直在挖鼻孔，然后你一直在唱蝴蝶，是不是很丢脸？我唱蝴蝶是要给你听吗？对啊，我就一直叫你再唱一遍，是我小时候很无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You're dragging on, your heart's been broken. As we all go down in history.可以吃饭了，来把那两个小伙子叫来呗。好开心啊！你们坐着就很了不起。感觉我们很负面哎，超级不乐观。嗯，好好吃哦。真的。嗯。你在忙什么啊？快来吃吧。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都是你们的，昨天煮多了面。嗯。明天开张啊，我们开业大吉啊。嗯嗯。所以明天首要任务先去老奶奶那儿去看她的售价。嗯。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准备开幕的东西嘛。嗯。那目前我们开幕是想说你们两位。就是表演你们的歌曲，嗯，然后我会先做开场，嗯，我会说 ，Hello everybody, today is a big day to us because our flower shop opened today。他已经开始设计他的演讲稿了啊？那你的演讲稿对你已经开始设计了？没有，我就是大概想说，我大概脑中走一遍。嗯，你的英文名是什么 ？Evan, Leo Ghost。Evan, Leo Ghost, Leo Ghost。那我写首卡，我帮你写，好不好？好。Welcome, 我的天哪 ！Let's welcome Evan and Leo Ghost, Leo Ghost。不好意思，我有个疑问，就是刚刚那一串感觉像是夜店开幕。他质疑你，大姐。完了。你讲一段，你觉得花店开幕该怎么讲？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样没有问题。所以你们看，我会觉得我真的很像40岁的妇女吗？完全不像。
讲真的，不像、啊，我真的完全真的不像。对，但看电视上，嗯，怎么看电视上是像是不是？没有，因为我是很，因为我台湾长大，所以我是从小看的，就中间隔了一段时间没有看，然后后来看到你的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哦，对，就是。就是什么？就是 S 姐。那是因为我后来就脸就比较肿。不是，是你妆越化越大。对对对对，对不对？是很聪明。好，分工。店长，你们觉得要谁当？就 S 姐。可是店长工作就会很轻松哦。真的假的？我想当。你没有开玩笑。所以那我就当店长了。所以花艺师就你们两个了，那员工就你们两个。好，员工要干嘛？员工随时的准备的，哪儿需要我们去哪儿。所以店长，我们明天几点开门？几点关门的时间？目前我是预计关门的时间四点。我们不要规定六点，就是如果天已黑，我们就收了。好。可以，根据当天的日落时间来决定关门。因为天黑了就也没人逛街啊，所以你们还有什么任何问题吗？没有没有没有。有觉得姐姐很难搞吗？没有没有。The sound is all in secret.Got my chain. You know what? Cause we go. In a coffee can. Throw my nickel. Just in case. I will go.I will stay if you dare. If I go, I'm gone shameless. Let my darling take me there.还有一个人还没吃泡面嘞，我们还没吃早餐啊？对啊，所以我刚刚在做啊、哦，好看的鞋。晒会太阳，晒会太阳。啊，到底走不走啊？林彦俊，小鬼，我们要走喽！哎，真的要去演出的感觉。对不起。Let's go。哇！哇！所以你们真的很在乎今天开幕的表演是不是？对啊，啊，算你们敬业。好啦，最后成名是这样的话，姐就原谅你们了。走吧，走吧。多好的天气，我们还要去奶奶的店吗？当然要啊，不然不知道怎么标价啊。不用沟通，你就去拖看他的花价就对了。是的呀。所以等一下你们俩在店里也得彩排一下嘛。踩一下吧，踩一下，还跟那个娜娜踩一下那个放音乐的时机点呢。到了，到了。来了，有一种要上战场的感觉。有点可怕。Thank you。
好，员工的东西请先藏起来呗。哦，干什么东西？好干净啊！你看昨天打扫的多干净啊！先跟你们讲一下，其实以后我们的店开店的时间是10:30，关店的时间是6:00。OK， 我们今天迟到了。那今天哎，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报纸？他们正在当地的报纸上。我的天哪 ！Oh my god！ 真的是做广告，有花钱的。真的吗？真的，这是真的，这真的真的。所以今天搞不好络绎不绝。对，是不是就这一张啊？能够登上一份就已经很好了。好，所以我们现在首要工作是去老奶奶的店。OK， 我们不用那么多人一起去。那就宋家你带一个。好，谁跟我去？走，我跟你去。哎，不行。为什么？他可以，必须让他去，因为他很认真的记价钱。他们数学不好，我们记不好。你们俩彩排。好。我们两个彩排一下。彩排。那我先上个厕所好不好？好。记得清楚一点哦。我带那俩去，估来估计写回来那纸你都看不懂。好，走了，加油，尽快回啊，我们等着你们开幕。走，那我们俩去逛街去吧。不要偷逛街，拜拜，拜拜。那家店我刚刚看的这个路口，然后再右转。A goodbye, Joe, you gotta go, me a mile。我已经几百年没逛街了，我觉得。你爱逛街吗？哎呀。我就逛街的时候才愿意走路。中餐，中餐，剁椒鱼头，我的中餐，豆腐煲，多少钱？没写，也差不多就是差不多8-9块，七八块一道菜是吧？离咱们店不远。Hello。说时迟，那时快，两小子又不见了。准备开幕 ？Not yet. No. Maybe 1:00. Ah, 1:00. Yeah. In 1:00 in all afternoon.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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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kay. Better. Bye. Bye.哦，已经有人非常想闯进我们店里买花了。小林，小鬼，奇怪他们是有隐形斗篷是不是？你们现在赶快彩排好不好？来，燕俊，我们合一遍，走一遍。需要帮你们尖叫吗？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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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一点体力。站好是怎么样？就这样哈。对。我按喽 ，OK。我按喽，按了。准备好了没 ？Let's go。你是在拍吗？直接开始啊！不要这么有仪式感，搞得我们好紧张啊！没有，我只是想要整你们而已。OK， 好。好，真的按了，真的按了。好 ，Let's welcome the very famous artist in Asia。Avon 是 Avon 没错吧 ？Avon 芒果。Avon and the Leo Ghost。走那边。怎么换队形了？不是，你应该站第二 ，bro。没规则是我们都有规则，你就绕一圈到这儿，然后我这样的 reaction， 我走到这儿 ，believe in the fun， 就这个队形了。所以你麦克风会掉，对不对？对 ，sorry。你不能别在外面，你要别在里面。这样 OK 吗？你们要再练一次吗？再来一遍吧。炸场，炸场！这真的是来真的哦，来真的就是媚眼什么都要那个哈。没问题。
完美，完美 ，perfect。会冷场吗？这样？绝对不会，不然就热到爆啊。OK。哎，可是我必须要讲，他的眼神比较魅惑。我还没有进入状态呢。你的眼神是有一种好像在逃避群众的感觉，因为他刚刚就是什么东西都一直在这样，就是这样一种眼睛这样电我，然后你就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就是带过的感觉。等会儿就好了。等会会有魅惑的眼神吧。对。而且我们还有哪些东西要处理的吗？我们现在只需要标价，对不对？对，只需要标价，然后看看店里有没有哪里需要整理的。OK。哎，咦？对对对，我们要把名牌别上去。哦，对哦，名牌。花艺师是你跟娜娜吗？对，我是店员。店员。哇哦，绿绿的。主理人是谁啊？主理人就是店长。哦、老娘我本人。哎呦喂！感觉要穿外套别才行。Hey, I got a moment. 哦、oh?。他们去老奶奶的花店大概要多久啊？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偷偷跑去逛别的店。开啥店？你说这样逛街多开心！我们应该要开一个什么？哎，逛街的什么店？啊，这里这里到了、啊、到了。Buongiorno。Hi。Good morning。看着也比咱那新鲜，是不是？他怎么没贴标签啊？不用沟通，你就去偷看他的花架就对了。他没标，我们要一个一个问。我们先问问，比如说玫瑰啊，这个基本的哈。How much is like for one rose? Questi costano €2.50, €2.50. 2.5 euro. 一根。嗯。How about this? The price the same, €2.50. Okay, so 玫瑰都一样的。How much is this? These.2.50€. 红玫瑰和白玫瑰都是2.5，好像我们店里也就这些花，没有别的。我们那个帝王花他们这没有啊，我们随便乱定是吧？反正我觉得大概就是2.5，然后大的就是6.5左右。OK， 好了，差不多的了。Thank you so much. But you are interested flowers? Why? Because we opened a shop like In box Florence. Later, yeah. Oh, in Boccalupo. 17 This days. This is the best work in the world. Oh. But best necessity,、job. You love flowers. Yes. Così come un assolato inverno. 好可爱啊！这人真好。他说他店是。最好的工作。知道他们三个在混什么？排练吧。Così come un numero vincente, parole di canzoni che non. 现在几点？现在大概11:47。所以其实是搞不好12点开店更好。我们大概11:30。什么？吃点饭？没有，我说现在你不觉得外面的人很多吗？我也觉得。Hey, I got a moment. Oh. 哎，你昨天说要咬花，对不对？嗯。这是枯手表演吧？好难吃啊！啊！怎么样？怎么样？查到了没？你知道，哎，你知道，当你从这个店走出去，风吹到你的脸上，你往外走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心情就是特别放飞，特别开心，超好，特别不想回来。所以怎么样？有查到了吧？有，大概的一部分的话，娜娜给你解释一番，她都记了。我们有一个，就 pattern， 就是小的花，大概就是比如说像玫瑰啊，就是一根是2.5欧元，嗯，然后像这种就是。Lily 这种就比较贵，六块五差不多。那像这种嘞，霸王，它没有霸王，所以没有办法问。但是我们就可以卖贵一点。你看像那就六块，是六七块、七八块这样子。
这个最便宜。哎，像这种小盆栽卖个3块会不会太过分？你想一根玫瑰2.5块，你这样两个，它这种可以活这么久，多肉是不需要去照顾的吗？贵了吧？会吗？这个东西好像特别好弄，不用管它自己就能活那种，所以才贵啊。对啊，就是吗？对啊，应该便宜嘛。因为你看玫瑰一个礼拜就没了。对啊，玫瑰2块。好，2块。你是不想吃好料是吗？如果那个宋佳杰要当老板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会破产。为啥？给个原因。太豁达了。啊、哦。哎呀，送吧送吧，没关系。对。这么多了。所以你看 S。我会装好，你就装好人，你就演你的好人。OK， 什么演好人？我不是演好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说你就做你的好人。我只是说你要不要，你要店长，你有些东西真的要 hold 住。哎，我们这里抠门的店长，我们有小礼物可以那个。哎，这是什么 ？Hello，Hello， 嗨，你好，你是谁？我是。一名摄影师，我叫阿奎。哦哦，你好。是代表是博君旅拍是给大家的一份礼物。对，礼物。为助力小姐姐的花店营业长虹，博爵旅拍将为顾客们提供一份专属回忆小礼物。凡是到店购买成功的顾客，都将赠送一张由博爵旅拍明星摄影师为其拍摄的专属回忆相片，为顾客留下花店内最美好的回忆。礼物有了，谢谢。最后是祝小姐姐的花店开业大吉。谢谢，谢谢，谢谢明星摄影师。谢谢，谢谢，谢谢。我们1点准时出去开张哦。现在是几点？1点准时，都不吃中饭的啊？对，我们从来都不吃中饭。12点半，店长。我说，就是我们如果今天表演完，然后生意还不错，我们晚上可以去吃大餐吗？可是我明天要买花，要钱买花，要算一下。好了，我们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是吧？对，就等十， okay. 现在42分。好，我们一点准时。我好兴奋啊！我也是。怎么办？外面有客人看我的时候，我刚刚在挖鼻孔，到底要立刻放下来，还是假装没事？假装没事。记住了，厚脸皮一点。奶奶也跟我们，这是谁？哇，有包裹。Hello， 你好，你好 ，Buongiorno， 拼多多 ，OK， 哦、oh. oh.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哦哦，这么大的洗碗间，这个我需要，蛋蛋，小林，你先组装一下那个好不好？没问题。哎，店员，好，喷点水在花上。好的，店长。这个是金箍棒吧？小鬼，不要闹了，我们要准备开业了。我来扫地。差不多了吗？哎，你说我们像在经营一家店吗？有点像过家家哈。不会，等到客人进来就不一样，就像对，就是手忙脚乱，所以需要有客人配合我们。你觉得我们要12点半出去还是1点？稍微晚一点，因为12点半人都吃中饭，街上没人。1点，我觉得我们现在弄完这花，然后休息一下。让他们养精蓄锐，然后再开才会有劲儿。你是说就眯一下？眯一下，对。我觉得是你个人想眯吧。没有，人俩那个人要去表演，你必须让他非常有，是吧，小鬼？是不是？你是要直接做花束了吗？对啊，你帮我一下好了啦。我们这样可以卖15块。刚刚那个老奶奶就是这样弄的。哦，是这样子，对，先做好，然后再先做好，然后人家可能进来就会直接买一整花束，看要不要买这样。对，我那时候去上课，他跟我讲说，玫瑰要卖的时候，要把它的保护花瓣摘掉。摘了，对，为什么？因为那个保护花瓣会是不好看啊。对，
你这个要绕大拇指。你想弄内饰花要弄多久、啊？小心让你打大拇指，大拇指绕的。这个我没有学。等等，不行，你这绑太上面了。就把它绑起来就好了，你管它那手指的什么绕法。反正铁丝你就。深深的为我们这个店感到了担忧。宋家，啊，我说过几遍了。好的，妈妈。物归原位。好的。然后你再整理一下。那谁的矿泉水瓶？不该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东西都不该出现，就是收好。好，大家准备好心情。他们应该在，他们会在这边跳。街坊朋友们，邻里朋友们，哎，一点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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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看到你就是有点紧张，是不是？没有，我完全看到你麦克风先拿掉，麦克风，没关系，又可以了。哎，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S， 准备好了没？啊。小姐姐的花店开张，正式开张，耶！呜 ，Yeah， you， Hello， everybody， 呜呼 ，Today is a very big day to us because our flower shop will open today. Today is our first day. But before our shop open, we will bring a very cool show for everyone.Let's welcome the very famous artist in Asia, Evan and Leo Ghost. Leo Ghost. Are you ready? Close 呢？啊，对 ，Open。怎么他们都走了？走了？怎么没有往店里来？都走了。你看右边的朋友们都走了，你看那边的朋友们都走了。万一开业后根本就没人来买花怎么办？我相信会有人来买的，因为在我第一天到花店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拒绝了一两个客人。然后我们今天在整理花店的时候，就真的有几个外国人一直在那边驻足，在那边观看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声音应该不会太差。咋没人进呢？受伤了，哎，玫瑰为什么还没人包啊 ？Thank you。那是他的吗 ？No， no， it's mine。I'm sorry。小花儿，我们有没有两块？没了，全部的零钱都给出去了。这钱够吗？47了。后面掏。没了吗？没了吗？再玩一下。店长不行啊，压力太大了。我知道了，不要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这秘密是什么？讲清楚，讲清楚！我要翻桌啊！明天你们两个就跟我去进花，我们绝对不会起床的。S 姐，小S 姐，你有钱吗？
17块10只。我们这里19号是有一场婚礼。来打单了，我有点担心，我就好可怕，压力蛮大的。昏昏沦色的阳光，倾洒在肩上，石门路上沿路风光，四把花在飞扬。奇异 VIP 会员专享小姐姐的花店升级版，每周五更多花间剧情放送。智能电视下载奇异果 TV， 花点时间一起大屏感受美好慢生活吧。用 AI 投屏神器爱奇艺电视果投大屏看小姐姐的花店，花点时间慢下来看视频就用爱奇艺电视果，花时间去生活，享受音乐也要仪式感。用爱奇艺耳机听音乐人在你耳边唱歌，下载爱奇艺纳豆，时光的温柔需要你花时间感受。上新浪微博搜索小姐姐的花店，获取更多节目资讯。感谢合作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网易娱乐，合作平台兴趣部落、刺猬教育、花田小气、追影传媒、超级星饭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网友 #CHOI824，我刚刚进入大学，专业不是自己喜欢的，很疑惑是应该坚持走下去再跨专业考研，还是应该在大一下学期转专业读英语呢？林彦俊说自己如果没有进入这个圈子的话，可能会成为英语老师，我想要走一条你本来要走的路，替你走完它。首先呢，这位 C 先生，我觉得就是大学专业它其实是一个不是真的决定你人生要走哪一条路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觉得要不是自己喜欢的话，当然学起来会有点累，但是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其实是可以坚持下去。我之前说没有踏入圈子可能会成为英语老师只是个玩笑，所以你不要放在心上，你也不用替我去走完它，就是当好你自己想要当好的人就好了。谢谢你。爱奇艺悦享品质。